咱们带什么呀？方便面吧，但我想先放下手头的工作，先吃饭。啊，对，我特意给你买了素食，你吃素食对吧？然后给你买了鸡肉，给你买了牛肉，趁热吃。谢谢绝对，谢谢绝对。不客气。这是鸡肉，我的牛。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他最近怎么了？怎么越来越和善？ 我觉得他一直都这样啊。不是的，他之前不是这样的，他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素的呀？见过他跟咱们一块吃饭吗？啊，没有。他可从来没跟我们一起吃过饭，我也没特意在单位吃素。有没有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？我觉得一直都这样，挺开心的呀。我觉得一直都这样，在宿舍里是。 能吃吗？当然，当然，当然，能吃，能吃。我说实话，嗯，不可爱。啊，徐队，嗯，我今天下午查了苏曼所有可能藏身的地点，都没有发现他，随身就这么大点地儿，你说藏哪儿？那是不是可能有假的身份证呢？嗯，我觉得可能用假身份证或者用他自己的身份证可能性不大。 因为随程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如果他用这些证件的话，我们公安系统会第一时间知道的。反而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最大是什么呢？他是一个餐厅的老板，他手上有大大小小那么多员工的资料，随随便便用一个人的身份证信息入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调查他餐厅所有的员工。还有老员工，新老员工一起查。新老员工。嗯。 不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好吃为什么不吃？现在就吃。赶紧吃，吃完了还要开工呢。好。真的是素食。我们又做错什么了吗？没做错什么呀。